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谢谢你，但是我不能收这个。静云，我跟我儿子虽然生活没有过去优渥，但是我们人穷志不穷啊。再说他的工作已经渐渐上轨道了。但是你不收下的话，我会心不安呐。你心不安，如果是因为当初我没有选择你，却选择嫁给别人，落得现在这个下场的话，我只能说你这样的想法是多余的。我人生的路虽然崎岖不平，但也因为这样我学会了坚强。对我来说，这比富有还要珍贵。如果你尊重我的话，请你把支票收起来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……哎，这算我多事好了。是，静云，我们老朋友一场。将来你要是真的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希望你还会愿意来找我这个老朋友，好吗？对不起，真的不用了。我非常以我儿子为荣，我相信他会再给我过好日子的。谢谢你，请你不要再担心我，这份心意我会放在心里。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我一直说了要帮你，要帮你，但是我却一点都帮不上忙吗？我看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送你。王先生，哎，王太太，啊，对不起，你有客人的。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老听说你会头晕啊、贫血，然后彩妮刚好在炖那个药膳，我就拿点给你喝一喝。那你就留着，我先走了。这位是，我姓黄，我是静云几十年前的老朋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汪。你好，他是我以前的邻居。哎，是是是，我正好要走。哦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，慢走慢走。哎，这个药膳呢是专门补血补气的，尤其你这个手脚冰冷的，最适合喝的。你留着好好补一补吧。谢谢。现在已经有点凉了，你要喝的时候就要热一下，那这样比较有效力。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特别跑一趟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没事的。那我，哎，小马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王波，哎，你是来拿手套的吧？对对对。我刚刚把手套拿回去，看了小阿姨在做药膳，所以我特别拿点给你母亲补一补身体。王伯啊，这段时间常让你特地来陪我妈，谢谢。哎呀，老邻居了，干嘛说这些话呢？没事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忘了跟王伯报告一下，我现在呢已经正式成为别人的员工，您不用再担心呢我替人操盘收入有风险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啊，这么短时间就能赚这么多钱。
缩短也让你们等了10年了。我想再过一阵子呢，就可以连本带利把所有的钱还给你们了。谢谢谢谢，谢王伯伯看好你，对你有信心，你将来啊一定会更好的。真的谢谢王伯伯。没事，那我回去了啊。慢走。王伯慢走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碧玲，我跟青青来看你。这些年，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尽责的好丈夫，我只能好好的把我们的女儿带大。如今，她就要嫁给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了。张凯叔。对，叫张凯叔。妈，凯叔真的很包容我，心疼我。也请你不要为我担心，他一定会给我幸福的。碧玲，你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很安慰喽。我们的女儿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归宿，不过也要请你千千万万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啊。妈，听爸说你是最模范的贤妻。要保佑我，我也要跟你学习，做一个体贴细心的好太太。你要多多为我加油打气哦。也请你保佑她健康快乐，远离不该有的忧郁。你明白的，是吗？修改计划书吧，结果我跟人回家超愧疚，一直都睡不好觉。想太多了，我回过家了，明天那我衣服都换了，我还陪我妈吃过宵夜嘞。吃早餐吧。经理，董事长请你过去。啊，你跟董事长说，我忙到。哎，等等。哎，大小姐。爸今天心情怎么样？董事长的心情很难猜。以我多年的观察来看，他多少有点心事。完了，我爸是不是又要找你查？该来的总是会来嘛。放心啦，云来降档喽。进来。董事长来了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你晚上都不睡觉的？昨天熬夜了，不过企划案还是还没有改完，不知道董事长能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中午之前我一定交给您过目。你的企划书其实我自己就看了2次，你当中的确有很多地方没有照我的意思做，不过有些你的构想我后来觉得也不差。那天我对你说话严重了，没有打击到你吧？董事长，当然没有。没有最好。其实呢，我要你修改计划书的原因，是希望你对你自己的自我要求更加的周延，更加的谨慎。就好像是你修改过的计划书，原先的缺点就被你修正了。所以计划书你只要再改下去，就能越来越完美。是，董事长，我一定会尽力不让您失望的。没关系，
再下来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就好了。爸，叫董事长。董事长，那份企划不用重新修改了吧？不是不用修改，是修改以后不用拿给我看了。哦，马经理啊，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为了一个企划书不眠不休改过来改过去，表示你对公司很有向心力，也表现出来你负责任的态度，所以我决定放手让你做，在未来我等着验收你的成绩单。谢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。所以呢，如果你需要公司任何的资源，你不要不敢提出来，公司一定全力配合。陈秘书，是，通知财务部，以后如果有马经理提出来的预算，一律照准。是，董事长，我立刻交代下去。黄特助啊，有，以后你就好好跟着马经理，好好跟他学习，希望有机会你也可以协助到他。到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先下去。是，董事长。金云啊，请让我把当年欠你先生的弥补在马俊身上吧。其实我不用三个愿望，每一天都有感动值得收藏。我觉得刚刚你爸跟平常不太一样。何止不一样，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爸跟你说话的态度啊，快要比跟女儿还亲切了。要不是我今天第一天认识他，一定误以为他是个和蔼的长辈。哎，喂喂喂，该不会又是你在你爸面前一直替我美言了吧？我哪敢呢，乱吹捧一定会被他念死。我觉得呢，是你靠你自己的实力，所以你应该要替自己高兴才对。你呀，这也算是一种美言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庆祝一下。For what? For 我们靠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通过我爸这一关。等你修改完企划书，我们晚上大吃一顿，你觉得如何？晚上？晚上我答应我妈要回去陪她吃饭。还是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也买点东西跟你一起吃。好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总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啊？我是真心想庆祝 happy 一下。我妈一直说要我多带朋友回家。好吧。如果我找一定照的话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。小马，喂喂，李店长，晚上要不要到我家聚一聚啊？聚你家？哎呦，可以不上台面哦。是啊，你这个丑媳妇，总有一天见公婆的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样我还得买点礼物给你妈耶，对不对哈？好啊，不过有陪客哦。黄宇轩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有少到你一猜就猜到。对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小琪在哭了。好，晚上见面我们再聊。好，拜拜拜。你在里面哦？嗯，刚刚你跟谁讲电话？小琪哭了，你没听见啊？就跟以前一个教授嘛，我有一些考律师的问题，我都会问他。他说今天晚上有空，可以跟我聊一下。不过我得请他吃顿饭。哎，这教授还不错嘛，有空还跟你说哈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刚刚没有换尿布啦，那就我去看一下。好，还是肚子饿，我也不知道。
结了婚担子很重吧？你今天还带那么贵重的人参给我，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啊。而且最近小马教我一些投资的方法，赚了一点钱，这不算什么啦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都在餐厅唱歌啊，妈妈都没有机会听。不过我听小马说啊，你很有天分。哎呀，我今天是忘记带吉他，不然我就唱给你听了。不过妈妈，我跟你讲，还真得感谢小马。高中的时候他送我一把吉他，让我找到我人生的方向。哎，等一下，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你是要当律师还是要唱歌？哎呀，我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兴趣很难拿来当饭吃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每个人的人生机遇是不一样的。主要是我妈一直逼我去考法律系，哎，我那时候已经是乐团主唱嘞，好好经营，搞不好我现在比五月天还红嘞。你以前是乐团主唱哦？对。是啊，他高三的时候才疯哎。不过我知道他下不少功夫啊，而且研究蛮多流行音乐哦。是吗？那你喜欢 Guns N' Roses？ Guns N' Roses， 哎呦，内行的哦。哎，你知道以前啊，我在学吉他的时候。看到他们的吉他手 Slash 跳到钢琴上弹 solo， 哇塞，人超嗨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有你的。那 Guns N' Roses 专辑你还有留着吗？废话，那是我的珍藏。可不可以借我？我想听 Don't Cry， 还有 Patient。借你哦？借你，你会还我吗？会啊，一定会啊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借你，你不可以拿去把它烧成你自己的光碟哦。我们要尊重创作，好不好？知道了啦。对了，你们今天不是说要庆祝什么？庆祝我们企划书闯关成功，事业迈进一大步。那我们来干杯。来吧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哎，对了，这些文怎么混出来的？又骗的啊！哎，小马，你要不要赶快现身啊？哎，以前高中我只要应付我妈一个人就好，现在我要应付两个超难搞的女人，每次出来都要说谎，好弄得我都很挫，这挫挫的我的胃都痛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哎，这一阵子我忽然有一种越来越不想面对大家的感觉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概。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，就像是近乡情怯的感觉吧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潜意识里还一直在抗拒凯如跟青青订婚这件事吧？说真的，我把你当拜把才跟你说。我一直觉得凯如没办法给青青真正的幸福。怎么会啊？怎么不会嘞？哎，拜托哎，他们两个是架杠的青梅竹马，从小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彼此对彼此都有好感啊。而且你看，从高三的时候凯竹对青青表白，到现在，哎，爱情长跑十年了耶。有句话说，相爱容易相处难，你不可能没听过吧？相处的也很好啊。这样吧。想想你跟若男，如果你没有退让，你觉得这个婚姻维持得下去吗？哎，你不讲到我的痛处啊！我跟若男不一样啊，若男又不是因为真的喜欢我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哦，那不说相爱的部分，说到相处，如果你不包容，如果你不当若男跟你妈中间的调节器，你觉得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吗？哎呀，我懂你的意思啊，可是凯叔又会包容青青啊。那不是真正的包容，凯竹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爱青青，但是那不见得是青青需要的，凯竹应该用青青需要的方式去爱青青。讲得跟绕口令一样，哎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嘛。凯竹甚至没有等青青准备好就订婚，这就是真的没有替他想。你说看看，这样子的婚事，要我这个青梅竹马的好友怎么现身祝福他们？你不祝福他们哦？说真的，我没办法。顶多我会以 Michael 的身份送青青订婚礼物。哎，你不要再用什么 Michael， 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凯竹对 Michael 这个名字很感冒，你这样弄，这个
根本就是去乱的嘛。青在我的心目中，亦是一个很珍贵、很保护的女生。我送个纪念品给她，让她永远陪在身边，这个不为过吧？喂，你老是替凯竹想，你有没有替我想过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管你了。不过我跟你讲哦，到时候如果凯竹跟青青因为这个原因而吵架，唯你是问哦。我问心无愧啊。之后我就遇到凯竹跟青青，他们也要送喜饼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。坐坐坐坐。是严老师。严老师，谢谢你。你说到时候你还要当我们两个的媒人呢、啊。先坐先坐。你真是不好意思，强占一个位子。谢谢啊。不过啊，可以看到以前教导的学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还真是感到很感动跟欣慰呢。若楠啊。你姐姐跟凯竹他们来了，赶快出来！好，马上来。哎，对了，老师啊，定一呢不在吗？定一他教授突然间有空，好像要指点他什么考律师的路，请教授吃饭去。哦，定一这么拼哦！托你们的福，要不是你们大家都这么的优秀啊，定一他才不可能收心呢。那天呢、啊，我还在跟定一说呢，你看。若梅的男朋友都这么杰出，你再这样下去啊，会被人家笑话的。啊？我男朋友真聪明啊。哦，老师，他是朋友，他不是我男朋友了。哎呦，若梅，你就别再拒绝了，就叫久了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就真的变成你男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开除我。若楠，嘿，你们来了！我刚刚在里面哄小吉利，现在才出来。哎，要不要喝茶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知道。谢谢谢谢。我说这个若楠呐，真的是越来越有乖媳妇儿的样子喽。没有啦，我还在学习。你啊，真的进步很多，你辛苦了，这么用心。没有啦，这些啊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喝茶喽。哎呦，你们不要一直看我了，再回不好意思。赶快赶快，喝茶喝茶。谢谢若楠，谢谢。妈，你也喝茶哦。谢谢。哎，我看到你们等一下就在外面等我，我进去拿。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被发现，发现你就惨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我口刚有点渴，我去便利商店买个喝的。便利商店，你前面那边右转过去三条街。喂，当我没有住过这里啊？知道了。哎，怕你离开太久忘记嘛。你在那边等我，小心点，不要被发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我先拿。啰嗦。哎，那你在这边等一下，我帮你买咖啡。OK。我看这时间也晚了，丁一还不回来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对啊，老师，那你也早一点休息哦。你们也是啊，哈。嗯嗯。若梅。要加油哦！哎呦，老师，加油什么啦？丁一，你店长怎么都在啊？啊？店长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凯竹他们都要走了。啊，你们要走了？嗯。你们来也不通知一下，一通电话也没有，不够意思哎。我们可是为了你着想哎，好不容易逮到机会，有教授愿意教你考试的 paper，
我们打电话叫你回来，这样对吗？你们这样子忽然来又忽然走，这我心里觉得好空虚哦。不，再待一下，再聊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平常还聊不够啊你。啊是啊，而且时间不早了耶，凯竹跟青明天一早都还要上班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再留下了。你们来送喜饼的嘛？嗯，我都还没有分享到你们订婚的喜悦啊！等，哎，再留下，再留下，等一下聊一下嘛。赵丁一啊，都快30岁了，还像个小朋友一样一直撸你的朋友，做什么啊？你是存心让你妈在大家面前丢脸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妈，我哦哦。我肚子好痛哦！啊？什么？你们坐下等我一下，我上厕所，等一下再出来，不要走，千万不要走！我肚子好痛，怎么了？哎，不然你去上，我来送他们就好了啦。哎，不要，你们再坐一下，再坐一下，我现在就出来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不然再坐一下好了啦，好，等他一下下好了。喂喂喂，小马好，逮鸡爪掉，你逮鸡爪出事了，出事了，怎么了？现在所有人都在我家开除千金入梅，他们现在通通都要出去，你把黄轩带去，躲起来，快！可是我才刚买到饮料，还没走回去，那怎么办？你赶快打电话给黄轩，叫他躲起来，叫他躲起来。我现在打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手机快没，喂，喂，大丁一，凯竹他们真的要走了，不等你哦，再等我一下啦。丁一啊，你慢慢上厕所，我们改天见啊。别理他。好，那先生再见喽。嗯，有空再来玩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怎么啦，李以轩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喂，黄以轩，你赶快闪了，若男他们快要来了。把手机给我，给我。赵丁，你叫黄以轩快闪，是怎么一回事？若男哦。没事啊，你最好赶快给我现身哦，给我讲清楚。黄以轩，你要不要先跟我说清楚，你在这里等赵丁一到底有何贵事啊？我什么我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啊？该不会赵丁一今天都没有去教授那里，而是去找你吧？木南，你先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啦，来，以轩。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对吧？是啊，以轩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为什么你会来找丁一呢？我只是想借几张 CD 啊。那你大可跟我借啊！为什么要偷偷跟丁一约？不是偷偷摸摸，我只是正好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问你。今天丁一晚上是不是都跟你在一起？我说不清楚啦。那就自由了。黄以轩，你们怎么来勾搭我们家丁一啊？你们简直就是我们要不要的标准了。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丁一啊？为什么要来问我？我这么真心把你当朋友，你却一点都不信任我。我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嘛。哎，以轩。哎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若男，我看以轩他好像真的有苦衷哎，你也别难过嘛，好好把话说清楚就好啦。如果万错是你，你老公骗你，然后跟别的女生出去，你不会觉得你不会难过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好了啦，若男，也许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糟啊，你先回去问丁一，好好问清楚嘛。对啊，若男，丁一他这么爱你，我想他应该不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事的啊，你别想太多啊。
对不起，让你们看笑话。时间晚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哎，洛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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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洛南自己会有分寸啊。不早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好吧，好吧，走吧。时间让我想一想怎么跟你讲，好不好？赶快给我说清楚啦！好，我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们两个人突然间吵起架来了，左邻右舍听到怎么办啊？啊？妈，同学出去约会，叫做有口罩。跟那个黄宇轩是凑巧在路上碰到的，凑巧，真的是凑巧。你这话逻辑有问题。如果是在路上凑巧碰到的话，有什么苦衷啊？是啊，而且你刚刚还叫黄宇轩快闪，都分明有鬼，是不是？有鬼！啊，没有鬼了，怎么会有鬼嘞？所以你现在不说事实是不是？宝贝，我趁机也是个才艺美少女，不小心我的名声大小之力就这样一直投笔跟着你。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谁要死啊？变你的啦！我要带着小吉利回家。不要这样子嘛！赵丁一，虽然若男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有点老套，真的，我以为我演得很真呢。是过了敏感。妈虽然不懂什么是表演，不过呢，我也看过连续剧，这种哭闹的戏码不宜太多。哎，不过这有空我再跟你解释。来，接过来。对不起，岔了题。丁一，不好意思，妈妈这次一定要站在她这里。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叫以轩的，到底是什么关系。不过妻子才是陪你走一辈子的人，所以不管任何的事情都不应该在他面前隐瞒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。还有理由是不是？难道你一定要逼我拿出绝招吗？不要这样子啦！哎，都是快30岁的人，你还用那种对小孩子的方法，真对我……哎。如果你敢对这个教鞭说谎的话，就是不尊重你妈我。不是说谎，我不说可以吧？好了，我说了。哎呦，这，想啊，小时候我妈也是用这招逼我公孙女偷考卷的。你现在可千万不要怪我啊！说还是不说？我说。若男，我跟你讲，其实，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你超正的。那黄宇轩我根本看不上眼，所以根本不可能跟他有任何关系的。讲重点，好，我讲重点。重点是，黄宇轩根本不是我约的，我是约跟小马出去啊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小马回来了？对了，其实哦，他之前，他其实早就回来，我在路上遇到他，可是就不能跟大家讲嘛。刚刚就是我跟他约，然后黄宇轩说什么要听《枪与玫瑰》CD， 所以我就跑回家拿。我怎么知道打开门，大家通通在这边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叫他赶快闪了。所以我之前猜的根本是对的嘛。所以青青说的那个 Michael 也是小马喽。对了，那你自己还骗我？我也有我的苦衷，小马他就不希望他。他该不会是跟宇轩在一起了吧？在一起工作，同一家公司啦。那不就是宇轩他爸的公司吗？对了，好了，拜托你真的不要跟大家讲，我答应过小马，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患难之交，我答应过他不要跟别人讲，好不好？所以小马是因为怕不能还债，所以不让你说出他回来的真相咯。哎呀妈，钱他其实一直都在还啦。还我爸吗？你家更不用讲了，快还完了啦。该不会我爸也知道小马回来了？应该有可能，不然他之前不会把我推到房间，好像套我话，问我说那个股神什么 Michael 什么的事情。哎，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了。Michael 真的就是小马、哦？对了，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套我的话了，我真的哎觉得好愧疚，我妈，我心脏好痛，我承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要休息，我要休息。这么早回来也不跟我说，我去告诉我姐姐。嗯。讲出去了吗？我们又没答应你。而且，为什么不能让若梅知道？你想看若梅她，我怕若梅伤心啊。若梅可能正要跟聪明交往，有关系吗？这更有关系啊！你看啊，这若梅好不容易才慢慢把小马淡忘，现在敞开心胸接受另外一个新的男人。如果小马这一出现，全都乱掉了，对两个人都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妈，我将来可是要当律师的人，我要学习如何保护当事人隐私权。如果我连小马的秘密都保守不住的话，我将来怎么做一个好的律师啊？你说对不对？你觉得若梅知道会不会难过？依我看，很有可能。那是不是不该让若梅知道？那么多的白痴，我讲那么多干嘛？这拿若梅出来讲就好了嘛。其实我不用三个愿望，每一天都有感动值得收藏。没事，家里好得很，放心。小丫头乖得很呢，每天上班。卤味？啊，你托她寄卤味给你啊？好，啊，她回来了，我问她啊，等会儿。丫头，你妈妈问你，你卤味寄了没有？家里现在突然下起雨来了，我得拿毛巾帮丫头擦一下啊。一会儿打给你爸。小宝贝，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，就让我在这边待一下了。告诉爸爸发生什么事嘛？我去开个门啊。董事长，宜轩，对不起了。
老别扭难免啊，你好好过去安慰安慰他。哎呦，好累啊！我突然想上去洗个澡去了啊。董事长。 No， 你啊，估了节制点吧，这里又不是餐厅。啊？忘记了，10年前你约张凯竹那一次，整个餐厅啊都淹大水了。你讨厌啊！你都不知道我刚刚有多委屈。哎，我本来是要逗你开心的，怎么越哭越大声啊？好了，对不起。 刚刚我不是故意的，忽然手机没电，来不及通知你，一切都是我不对，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姐，不要哭了嘛，到时候，哎，你也知道，你爸刚看我的眼神，摆明了好像我欺负你一样，别哭了，嗯。 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误会我们两个是那个。那个？谈恋爱，所以怡萱，你不要再哭了。到时候你爸听你越哭越大声，下来 K 我，我就惨了。大 K 你不会闪哦。闪？那是我老板的，我闪在公司还用混吗？终于笑了，知不知道为了你，我牺牲有多大？ 这边是哪里？记得吗？是我以前的家，哎，我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就踏进来了。啊，对不起哦，我刚才真的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 对不起，什么？是我自己要进来的啊。进来就进来了，好像没有我想那么大不了。看来我心情调试比我想象的好，没事了。我才真的没事嘞。你如果觉得大家这边不舒服的话，你赶快走好了。喂，喂，大小姐，我人都进来了，你要我出去，你真的很难搞哎。什么难搞啊？你才难懂。 我知道你超委屈的，真的很无辜，还要代替我瞒着大家，真的对不起了。不过谢谢。算了吧，我这么努力，只要有人懂就好。真的，不要晚上偷偷跑回房间，自己一个人哭啊。我才没有你想象那么不坚强嘞。以前我是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认识你多了一些，我发现你的内心。 好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。哪有？嗯，心地很好，很善良，但是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。你这个是褒还是贬啊？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，讲话一向很直接。我想我的形容很中肯呢。哎，你要不要喝茶？我去帮你倒。李娟，不用了啦。哎。哎呀。 洗完澡觉得还真舒服哎，董事长，你还在啊？董事长，我也差不多该回去加班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在这边打扰到这么晚。怡萱，我先走了。那你不喝茶了？不了，我还要回去加班呢。不过你不准跟哦，现在太晚了。要实习的话，等白天再跟着我吧。董事长，先告辞。 哎，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舍不得哦。哪有啊？哼，那臭小子啊，下次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老爸扁死他。爸，小马很尊重女生的，他不会欺负我的。哟，还帮他说话呢。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？爸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？现在该我洗澡了。
如果这是命，我是不是欠你们太多了？欣欣啊，欣欣！哎，老总，来看看，照片上这个女生你认识吧？这是日本现在最红的国民教主啊！哦，是由美子吗？哇，大家都这么识货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上次我去日本出差，认识了他们公司的社长，所以承诺说要让我们帮他做一篇专访。青青啊，你的英文很棒，这么重要的采访就交给你了。我，嗯，我英文很棒，但是我日文菜啊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到时候会有人帮你翻译的。谢谢老总，那我是马上出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跟他们约了后天的晚上。你知道由美子的行程很满，我好不容易才敲到这个时间的。等一下，老总，这样好像不太对哎。我大后天要订婚哎，我帮你订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，这样赶回来应该还来得及吧？可是这样好像还是有点赶哎，老总，我可以考虑一下吗？嗯，好是好，但你要知道，这种机会很难得哦，错过不见得还会有哎。哎，我说大雄啊，你上次采访的那个东西什么玩意儿啊？Thank you.